你感觉有点亏心吗？如果你有痛的话，你举手就知道了。给你漱口一次水呢。冻的受不了口。只有29颗牙齿的孩子，我刚拔完了牙 ，OK， 这两颗牙，看，我现在是很恶心的，然后我还没有痛的感觉，大概2到3个小时后，医生讲就会有痛的感觉了，等我去拿了止痛药，还有 MC，OK。拔牙是可以拿 MC 的，因为对呀、啊，
所以呢，我三四天后，一个礼拜或者三四天后要去拔，对，这两颗牙齿，拔的时候是很sad的啦，因为一拔的时候就好像不是他的牙齿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直咬咬咬，那个 nurse 就盖着我的耳朵，然后前面那个医生就让他们一直咬咬咬，然后就拔。一拔的那个moment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很想哭，因为很 sad。这个牙齿虽然看起来很肮脏，可是它很好的，然后陪了我二十多年，所以就觉得 Oh my God, so sad. OK, 所以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